燕王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呢？哎，你看，来了。 Hey!
通知陈世昌，叫他马上带霹雳雄剑来见我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啊？外面有个人要见你。谁？我。铁树不开花，江湖事一家。 朋友，你是哪条道上的英雄？武林霸主，火阎王的门下，刘赞化。刘大侠驾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赐教？哼，奉师傅之命，想要借用你一样东西。霹雳雄剑。啊？怎么？不肯？霹雳雄剑不是我陈世昌一人所有。 必须和设地门商量。越快决定越好。惹翻了，就杀得你鸡犬不留。我们在刘曼西边等你。告辞了。火焰庄并不是好惹的地方，火焰王欺人太甚，我们给他点颜色看。爹，宝剑绝不能落在火焰王的手上。 抱死刘皮，忍死刘明，我们跟他拼了！住口！哼，死要死的有价值，我们要为将来着想。大哥的意思，我要你带着祭文祭武逃走。什么？不，我不走，要死死在一块。孩子，别以为爹是要你们逃命，我是要你们保存这支祖传的雄剑。 在寻找另一支刺剑，学会了雌雄双剑、剑鞘上的神剑六式，为武林除暴，为我们三杰庄报血仇。继文，继武。 你们的责任重大，这把剑交给你。 我们走吧，走，走吧。
霹雳雄剑是我们陈家祖传之宝，绝不允许落入歹徒之手。上炕！站住！让我一个人对付他，你们通通脱下。三姐庄都找遍了，只有这些个，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宝剑。而且陈世昌的二弟和两个儿子，他们全不见了。啊！你们大家分头去找，找不到霹雳雄剑，不许回来见我。二弟，你先走。大哥，你呢？快走。啊。嗯。杀孽太重了，你们要是识时务，把那小子叫回来，献上霹雳雄剑，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哼，你真是大言不惭。二叔，你快走啊！
来，哎，干，哎。刚才逃走那小子是谁？快说！霹雳雄剑是不是在他的身上？不知道。多行不义必有恶报，天目神盖，你敢？再逃了，识相的把宝剑留下来。闲事，瞎子我最爱打抱不平。我看你回来不耐烦了。谢救命之恩，我陈继武永生不忘。
伤羽毛，不伤皮肉，你的武功精进不少。多谢师父成全。地方，竟会遇见像你这样的高手啊！见笑了，瞎子比武一定要听风使招。今天我不占你的便宜，我既不用天魔掌，也不用天地锁，就凭这把九环金刀。求师父恩准下山去复仇。你们陈家的血仇，无疑也就是我的仇恨。可是，慧眼王武功高，天魔掌、天地锁、九环金刀，称霸武林，无人能敌。别说是你。就是我们师徒联手跟他对敌，不出百招也一定为灰阎王所败。
难道说就没有人能够制服火阎王？只要找到你的二弟继武，再寻找另一支霹雳丝剑，学会了双剑剑鞘上的神剑六式，就不难了却你报仇的心愿了。姑娘，不要怕嘛，咱们谈谈吧。谁认识你们呢？一次胜两次熟，即便是明天就成了分不开的朋友了。对呀，日夜不分的好朋友。还没有陈情拜堂呢，你就像谋杀情夫了。该让我先尝了吧。跟死人一样多没意思。你腿上点了穴道，你还是乖乖的躺着吧。放心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，只要跟你享受享受人间的乐趣啊。原来是三界庄的漏网之鱼，我们正要找你呢。
小姐。啊。嗯。老爷回来了。带回来一位客人，听说是武林中最有名的英雄呢。人呢？在客厅里。老爷派人到处去找你，请小姐赶快进去见面吧。嗯，我去去就来。嗯，请。只要你真心跟我合作，黑白两道谁也不敢侵犯你啊！哦，多谢你的栽培啊！哎，葛姑娘怎么还没回来啊？雕龙，哎哎，已经派人去请了。哦，哎，来，哦，请。哦，爹。哦，我来介绍，哎，这位是……不用介绍了。果然名不虚传，真是一个大美人啊！战兄啊，我们就一言为定了。哦，多蒙抬爱，敢不从命。酒我也不要喝了，我马上回去选个黄道吉日，迎亲成婚呐。我们走了啊，请。好，不送了。嗯。爹，他是谁呀？活阎王。啊，是他。嗯，我费了很多心血才替你找到这门亲事，玉珍。你总该满意了吧？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把你许配给活阎王了。不成，婚姻大事有关女儿的终生幸福，她的年纪跟爹差不多了，我怎么能够嫁给她呢？哎，你真是一个小孩子，年纪大才懂得体贴，你连这点都不懂的。我宁愿死也绝不嫁给活阎王。啊？怎么，你敢反抗我？不是我反抗您，因为我心有所属。啊，小姐，小姐，我宰了你！来了，来了！堡主，你不能杀他。小姐是活阎王最喜欢的人，你杀了她于事无补。万一活阎王问您要人，你怎么办呢？铁马，扶小姐回房去。是，小姐。雕龙。是，我出门才一个月，家里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动。你身为我葛家堡的总管，难道说一点也不知道？不是不知道，而是我无权管束小姐。她叫什么名字？陈继文。你想要做我葛家堡的女婿，就得露两手给我瞧瞧。请。
请多指教。陈少侠，现在看你的了。英雄出少年，我敬陈少侠一杯。酒里面我放了迷药。雕龙，这次幸亏有你事先安排，要不然的话我非栽在他手上不可。杀了他。是。脸蛋长得漂亮，到处都占便宜啊。季文，我曾经对你说过，要活，我们两个人活在一起；要是死，我们两个人也死在一起。你还记得吗？现在已经到了实现我这个心愿的时候了，你快带我走吧，带我走吧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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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回去吧。啊，不，我要跟季文同生共死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也要跟季文死在一块儿。不行的。哎，小姐，季文。
哎，花多少钱也得？随便你赏。好。花美，买花的姑娘你更美。嗯，姑娘，公子有何赐教？我想买花敬佛，多少钱一朵？任凭赏赐，随人心意。朋友，站住！这里的元宝好像是假的。拿回去。货真价实，十足的黄金。你坐吧。雕虫小技也在大爷面前显威风。大爷，这锭金子是那位公子赏给我的，请还给我吧。嗯。哎，你想插手？你干什么？你看不惯找死你。强扶弱，人亦可佩。啊，赵姑娘深藏不露，我无疑是在班门弄斧。浪迹江湖，不得不追随天父习武练功，以求自卫。少侠，请不要见笑。娘为我医治镖伤，我陈继武永远不忘。Hey!
你呢？放心，他们伤不了我。啊！向来你少管闲事，哼，不容你们胡作非为。援救，终身感激。小事。大侠武功超人，想必是江湖上知名之士。断肠人。断肠人。嗯，等你换了血衣以后，我再慢慢的告诉你。吉人自有天相，幸亏师父路过看见，救了我，终于使我逢凶化吉，死里逃生。他老人家又赐给我起死回生的大还丹三粒，叫我留赠有缘之人。临别时，师父告诉我，他要去寻觅灵草，制成丹药，医治我脸上的创伤，恢复我过去的容颜。哦，我自卑身世，决心不再以真面目、真姓名跟世人见面。相见有缘，我有心传授你的武艺。
师父，我是代师授徒，你应该叫我师兄。师兄，走，我们去练武。是。朝夕相处，情同骨肉，我们即将分别，师兄可否让我一睹庐山真面目，告诉我你的真姓名？时机还没到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。那么师兄是否有什么吩咐呢？男才女貌才是理想佳偶，我现在容颜丑陋，不配再与葛姑娘成双配对。如果你有机会和她见面，请告诉她不要再惦记我。师兄未免太绝情了。我不再远送了，师弟，你去吧，请珍重。再杀伤我们弟兄的就是他。哦，是你。上一次在庙里打伤我的就是他。阁下身带宝剑，想必是道上的朋友。你叫什么？陈继武。原来他是继文的弟弟。哼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我们找的你好苦啊。找我干什么？借用你的宝剑。哦，原来你们都是活阎王的手下。宝剑先过来。告诉你，我们人多，你们只有两个。不，连我在内，一共三个人。哼，又多一个想找死的了。Hey!
就是我师兄段长仁的情侣。原来是他。段长仁，他一定是你的同胞手足陈继文。怪不得他说话的声音这么熟悉，原来就是我的哥哥。你们兄弟分别重逢，他为什么不跟你说实话呢？大哥一定是因为容颜被毁，自卑自残，消沉厌世。错了，内心纯良才是真正的美，他不应该有这种想法。我不管他的容颜变成什么样子，此生此世我永远忘不了他，我要跟他终生厮守在一块儿。不要再难过了，我们去找大哥。对，我们找到了他，在跟活阎王决一死战。赵姑娘，刚才在树林里我发现你这把宝剑跟我这把一式一样，可否借给我看一看？这是我祖传的遗物。还是一对雌雄双剑，好极了，恭喜你，雌雄合璧，你的仇马上就可以报真的能制服活阎王，现在是一个疑问。我愿意牺牲自己，绝不能让二弟冒险。媳妇还没有进门，就杀了我的徒弟，这笔账我们怎么算？啊，说。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。哼，那么你的女儿在哪儿？
小姐出门已经好几天了。哦，哼，我限你三天之内把他们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将你碎尸万段。是，起来。哦，暂停，我们回去。是。不送了。天马，小姐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嗯，不知道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是不知道。你还要嘴硬，动手！你还是说实话吧。掉下来！田妈，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呀？哼，问你自己呀、啊。女儿并没有做错什么事、啊。少侠，我有话要告诉你。父亲母亲是高正雄杀的。真的？玉珍姐，他不是你的父亲。而且是杀你父母的仇人。啊！你们说的是真的？你们胡说！小姐，我不能再隐瞒了，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。在你出事后不久，他杀死你亲生的父母，谋夺你家的财产，他是你的仇人，你不能再认贼作父了。你找死！啊！别以为你有活阎王撑腰，我们并不放在眼里。饶你一条狗命，回去跟他说，是三天为期，我们决一死战。走。除暴安良，杀身成仁，这是我们习武练功的真正目的。我们愿意追随陈少侠，决斗活阎王，为世人除害。我们要同生死，绝不屈服。对对，我们随死不怕。活阎王虽然武功超人，可是众志成城，我相信我们不难一举成功的。慧兰，决斗的消息已经传遍武林了，怎么到现在纪文还没消息呢？
也许他还在勤练神剑六式，到时候他会忽然出现的。不管我大哥是否可以赶到，我们事先一定要周密的策划。对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据我所知道，活阎王的天魔掌消耗真元，不能持久而战，天地锁内藏有火药，也可以用水使它不至于爆炸。九环金刀固然是刀刀见血，但是浩然正气可以欺鬼神惊天地，不难克服活阎王。为了我们不做无谓的牺牲，我们必须有勇有谋，以智来取胜他。对对对军万马，我也是一个人对付。胸前装上钢板，怪不得打不死你们。Thank you.
迟你是谁？报仇人。啊！霹雳双剑！今天双剑合璧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不见了。应该笑，应该高兴才对。季文，你为什么不肯跟我们见面呢？我的脸配不上你。你错了，
我绝不会因为你的脸而改变我对你的感情的。真的？是真的。二弟，我死了以后，你和赵姑娘要好好的照顾玉珍，记住了。告诉我，季文，你能用灵丹救我们，为什么你自己不肯服用呢？因为大还丹只有三颗，已经都给你们吃了。你死了，我也不愿意再活下去了。葛姑娘，葛姑娘，哎，站住！你别死，你们谁也死不掉。我告诉你，好人自有好报。师父，季文，我不但可以医好你的伤，而且我已经炼好了草药，可以恢复你以前的容颜。啊！